要绑这个猫须剪针呢，首先我们要准备一根大概50厘米长的护弦绳，然后把它穿到这个弦的中间。为了解说方便，我把这个护弦绳的尾巴做成了一长一短。然后这个猫须剪针把它平均的分成三部分剪开，为了演示的更清楚，我是用两种颜色的猫须剪针来做示范。首先呢，我们把这个护弦绳成圈的一面和短的这一根放到一侧，然后留着长的这一根，把第一片猫须剪针的中心点放在这根护弦绳上，然后开始缠。缠到剩一半的时候，把第二片猫须剪针插进去，继续缠。同样，现在缠的剩一半的时候，再把第三片猫须剪针加到里边。好，缠好以后，我们需要把这根护弦绳拉得紧一点。如果力气不够的话，可以请大力士来帮忙了。好，然后大概好给我，大概缠三圈。缠紧以后，我们要找到这一根圈的这一根，把它拽出来。拽一下，把它拽到相反的方向压好，然后用这根长的再接着缠，把这个圈的这个压在底下，再缠三圈。好，缠完以后把绳尾穿到圈里边，好，穿到圈里边以后拽这根短的，会把这圈越拽越小，越拽越小，然后最后把这个长的这一根拽进刚才我们缠的那几圈里。这块一定要注意力气别太大，把它拽进去，好，拽进去一点就停，然后用剪刀把剩的这块长的留一个大概6-7毫米就可以。把这个线头用打火机烧一下，好，然后把这根一直藏在里边的这根短的剪的比我们这毛须稍微短一点点就可以。好，缠完以后呢，这猫须弹一下，就能做成一个比较圆的球，可以了吗，摄影师？你看这边了吗？拽完了。这边是已经拽完的。往下。OK。明谢。就谢了。